人活着，总该有梦想吧。昨天晚上，要那天去应酬啊？我只不过打扮得比较，像没看过女人一样哎。这就是我昨天的想象，真的是这样啊？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坐月子中心是比较便宜的？我们，对啊，你们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。怎么现在才找啊？太慢了吧？你知道吗？其实他们很羡慕你。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还在演戏啊。自己先出来。Romeo，Romeo，if thou will not。约喝咖啡啊！是叫我们来帮你贴海报。怀念以前上课耶吼。Romeo，Romeo，Wait for Uncle Romeo。来，陈凯涵。我那个，我跟你们说，网络上流传啊，只要看到一个蓝色油桶，然后把写着愿望的信丢进去，会怎样？会怎样？愿望就会实现，真的假的？这海报是，这是最近的演出啊，这个女主角非常厉害哦。你很想当演员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收到你的信。你为什么喜欢演戏啊？你看这个人，他人格分裂哦。那边那个女生，她是一个女性主义者，也是一个偏执狂。只有当演员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在不同的故事里面感动不同的人。希望有一天我的名字出现在这里。那我很辛苦哦。你刚刚在跟谁讲话？没有啊。如果生命对你有任何用，来拿去吧。快死了！要放弃吗？不是应该施一点魔法来帮助我？网络上流传，当女生看见一个蓝色油桶出现时，如果能把写着愿望的信投进去，这个愿望就会实现。